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长官，我们在这里聊天。聊天？打开行李箱给我看看，快打开行李箱，打开啊！去了文学季，就是想象那个见到那些老师在那儿开讲座，然后在那儿听那些大师讲文学的那个场景。所以呢，这次我没有我的活动，我就是来玩一玩。我们那个贾樟柯跟我说，随时都可以过来玩。到达贾家庄村附近，贾家庄导航结束。